郭桂凤写给爸妈的一封信。世界上对我最好的就是你们了，世界上最美的笑容也只有你们了。爸妈，谢谢一路有你们，祝你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还有还有，双亲节开开心心，幸福美满。祝天下爸妈双亲节快乐，900个祝福，爱爸妈99。